已知在三角形 ABC 中，线段 AB 等于5，线段 BC 等于6，线段 AC 等于7，是求第一小题，向量 AB 斗特向量 AC。第二小题，向量 AB 斗特向量 BC。第一小题，向量 AB 斗特向量 AC 等于绝对值向量 AB 乘以绝对值向量 AC 乘以 cos A 等于5乘以7乘以2乘以5乘以7分之5平方加7平方减6平方等于19。第二小题，因为向量 AB 斗特向量 BC 等于负向量 BA 斗特向量 BC，且量 BA 与向量 BC 的夹角为角 B，因此我们由内积的定义与余弦定理可以知道，向量 AB 斗特向量 BC 等于负向量 BA 斗特向量 BC 等于负绝对值向量 BA 乘以绝对值向量 BC 乘以 cos B 等于负5乘以6乘以2乘以5乘以6分之5平方加6平方减7平方等于负6。